那今天呢要来进行到这个我们今天来叫校歌交唱哈。那其实我们这首歌曲大家都已经说蛮非常的熟练了，但是从一个器乐演奏者就是我了哈。那怎么样去唱一首这首歌曲呢？因为我不是声乐者啊，你们可能大家同学说，就是说自己不是很会唱歌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我也不是很会唱歌啊。但是要怎么样把一首歌唱得准，其实唱得好，其实很简单啊。当然准度一定要做到，可是也不是每一个人能够天生能够抓到所谓音准的概念。那接下来我们要去注意的音乐上的诠释，包含的咬字。其实我觉得一个人如果能够用心去唱一首歌曲，其实我相信听众会一定会能够真心的感受到你所唱的。姑且先不要管音乐的技巧层次哈。那这首校歌呢，我们差不多在有超过50年的历史。各位同学，我们知道我们学校已经超过50年了，所以这首校歌势必也超过50年的历史。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把这首歌曲往前推到50年前的当时的社会文化它的背景，所以才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些歌词的呈现。那在旋律的线条的部分呢，唯一会比较困难就是一个可能一个字里面会有两个音，一个字里面会有两个音，所以这个连音的概念是确实会比较困难哈。可是你在整体来讲的话，这首歌曲有时候告诉大家，其实你把它去细细的品味的话，你会慢慢可以感受到，是我们校歌其实还蛮好听的哦，是非常，我认为是非常好听的。好，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先讲到每一句的哈。但我们在音乐上面所看到哈，远秀清波，红色巍峨啊。其实这边你要想象，在当时我们的校园，其实这边看过去的，其实基本上是一片非常的风景非常的美，所以它才会是远秀清波啊，红色巍峨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九年国教嘛，就国民教育呢，应届的毕业是9年，所以九年祥序呢，育才国，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培育很多的新鲜的人了。好，那再来素德兼修，就是不管是在你在学科上面或在品德上面哈，我们都要能够兼顾得到啊，风气转，然后我们也更强调的是科学的概念。所以你要知道，50年以前就开始强调科学，其实非常非常有远见的一个部分。好，那第三段的歌词呢，岁月易过和莫烧出的，其实人生的时间历练都非常的快。好，那当然我们就不要去浪费掉它的任何时间，终究有一天我们能够来所谓的保家卫国哈，执起的我们的武器。不过在这边呢，可能会说，是我们怎么可能拿武器的？我们是国中生呢。但是各位同学知道，当你的课业做得好的时候，你也是保家卫国的一块。所以那个他们卫国只是那个最后的文化复兴看实践，此实践非比你想象中实践。当然两个含义，一个是实践出来的实践，第二个是我们学校的实践，对不对？所以透过我们才能够文化复兴啊。然后呢，看实践来重整山河。好，那在这首歌曲里面，其实你看前面听到，我就直接先用唱哈。远秀清波，红色巍峨。对，远秀清波，红色巍峨。好，所以你不要把远秀清波，那当然这样子唱就不好听，对吧？所以我们要唱轻点，把远光放远点，把声音传远一点，前面音量不用太多啊。远秀清波，红色巍峨。然后九年祥序，育才多。九年祥序，育才多。好，所以慢慢的叠上去，好像你们人生慢慢的成长。所以整句第一句就这样子。远秀清波，红色巍峨。九年相许与才多。OK， 到这边继续了，大家你可以来试试看。好，我给你5秒钟。你没在唱啊？重新再一次，开始。好吧，假装你有唱。好，前面这一句的话，如果这样唱出来，所以你就发现，那这一首歌曲呢，会运用了非常多的所谓切分音节奏。大大棒棒，那我们在节奏形态，我们说踢踏踢踢踏踢踢踏踢，就是远秀清波，红色巍峨。七分音其实改变重拍，所以红色巍峨，你不要红色，那就很难听啊。红色巍峨，九年相许与才多。好，持续刚才音量。素德兼修，风气转。音型慢慢往下，我们在音量上面可以稍微往下，慢慢的往下。素德兼修，风气转。好，持续哦。风气转，科学研磨。赶紧。好，
好啦，假装你有唱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到第三段，岁月。第三段跟前面是一样嘛，我们说这种曲子可以分 A B 段哈。岁月就是一样，慢慢的成长。岁月已过，莫少蹉跎。又来一个切分音节奏，所以我说这首歌的创作动机在于切分音。岁月已过，莫少蹉跎。他年未过，这边说做点坚强，然后只敢歌，你千万不要他年未过，只敢歌，那你根本唱不上去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气会不够，所以呢，要沉淀出在只敢歌，要能够所谓的做坚强，那就他年未过的时候，我们就稍微小下来，只敢歌做坚强，那大家听到就会觉得哦，好像好棒棒，对不对？那你再听一下。岁月已过，莫少蹉跎。他年未过，只敢歌。好，整首乐曲的我们第四段，就是十三小节开始呢。文化复兴看时间，好，文化复兴看时间，所以我们到看时间可以稍微再小一点点，然后等一下我们再从小再多上去啊。文化复兴看时间，看时间重整山河。好，看时间重整山河，但你要非常的肯定，所以呢，看时间重整山河。好，这首乐曲的部分呢，因为我们在合唱比赛可能会唱两次，因为一次其实真的非常的短的，还没办法让你体会到。那在两次的时候，我个人建议，第一次我们可以唱柔性一点点，第二次唱的时候，你可以稍微刚强一点点，那你就会发现这个层次对比。然后再来是强弱明确，好，强弱明确就会做得更好。比如说，愿修秦国红色巍峨。九年相许与才多，数得见修风起转可学淹没。岁月已过，莫少蹉跎。他年未过，只敢歌。文化复兴看时间重整山河。愿修秦国红色巍峨，九年相许与才多，数得见修风起转。风起转可学淹没，岁月已过，莫少蹉跎。他年未过，只敢歌。文化复兴看时间重整山河。好，当然呢，各位知道吗？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对着这个镜头来唱歌来教唱哈，然后也是第一次要上传公开在我们的 YouTube 上面，所以你觉得不管怎样嘛，下面按个赞吧，给个鼓励吧。我要告诉各位同学，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器乐演奏者，我是走学术路线的，所以呢，对唱歌来讲，我不是一个声乐者，但是我觉得其实只要你有兴趣唱，我相信任何的歌曲一定都能够让你掌控得到。那如果你真的不会去唱它，我上面已经有简谱，所以你可以唱 so mi fa so la si la so so la so， 先把那音型的感觉先做出来。好，然后再来是歌词要咬字要清楚，不要含糊不清，然后在唱的时候尽量咬字清楚。好，如果这边都练熟了之后，接下来就你可以跟着我的卡拉带，就是我的那个做的 MIDI 档，钢琴的伴奏，或者是有所谓管弦的伴奏，跟着这样去做，我相信你一定做得到，我相信你们班每一个班级一定都可以表现最好的。